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乐乐乐和花花，然后的点关注啦，点关注了，点关注了，欢迎刚进来的好朋友们，让我喘一下，谢谢谢谢，谢我们大家的花花，谢谢。然后呢，喜欢小爱的，喜欢小爱的，别忘点点关注了，点关注不迷路心梦醒的石头，你抽了石头，你肯定抽到帽子了吧？抽了石头是不是抽了帽子了？像我们诱惑哥哥的棒棒糖，谢谢，还有活力，谢谢谢谢。大家如果喜欢小雅的话，谢谢你好温柔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乐乐乐，谢谢么么哒，辛苦了辛苦了。谢谢梦醒的又送我石头，你抽的帽子哪儿去了呀？你抽的帽子哪儿去了？谢谢起个好，起个名字好难，不难不难。谢谢你的棒棒糖，第二支舞呢？迷惑，再次感谢你好温柔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欢迎大家来到992星星秀，染包星星就在这里，我是本档的接档主播小雅，然后喜欢小雅的话可以点点关注，够一下直播时通知我，也可以点一下我们二号麦我们阿仙的关注，然后再次感谢大家，我的第二支舞蹈，跳一首中文歌，大家都能听得懂的，一直跳都不是韩文就是英文的。跳一个中文歌曲，大家能听懂的一个什么呢？哎，我的歌去哪儿了？好
好迷惑啊，大早上起来好迷惑。爱的主打歌送给你们。错了，你要去哪？你给我站住。谢谢啊，让我喘两口气，谢谢我们你好温柔哥哥，谢谢大家的666，谢，辛苦了。然后呢，还有三分多钟的时间，大家有什么？还是学生，就是打扮的有点像学生，但是已经毕业了。欢迎我们艾尔哥哥，欢迎，然后呢，谢谢，谢大家的玫瑰花，然后呢，我的第三支舞蹈，
你有什么就是喜欢的舞蹈可以给小雅说？这样好了，我跳倒车摇吧，我跳倒车摇，然后呢，大家一会儿等我结束，大家都可以开着自己的车，然后来小雅家里。倒车摇送给你们。Oh.